好，为了迎接这百年国庆啊，这不只有三军一队，还有小朋友哦，组成了小小陆战队，包括了小小一队，每天呢练习操枪，还踢正步。我们马上把现场呢交给记者林小凡，带我们来看。小凡，请说。好，主播现场可以看到许多小朋友穿着这个一队的衣服，还有这个军装哦，在拿着枪的操枪演练，还练习升国旗，真的非常可爱哦。主要就是为了迎接这个建国百年的这个双十国庆哦，因此呢，这些小朋友换上了一队衣服，还有打鼓呢操枪。那除了这些小朋友呢，这些小朋友之内呢，还有一些是拍过那个广告的小童星哦。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情形。小朋友年纪都非常小，其中最小的只有4岁哦，最大大概也只有7岁左右。那他们除了穿上这些可爱的衣服之外，其实许多小朋友都是广告里面常见脸孔。有些小朋友拍过这个燕麦片的广告，还有汉堡的广告，有些还拍过披萨的广告。其实呢，都是小小童星。那以上就是现场进行，把镜头交给你。好，为了迎接建国100年国庆，有小小一队哦来这个操演，真的是超级可爱的。稍后会有完整追踪报道。